首叫什么？Maggie Young 是吗 ？Maggie Young， 安安。其实他卡片带这个感觉。哎、欸，所以我等一下打完可以打讨伐吗？对嘛，我等一下打完可以开始打讨伐，对不对？元素操控师，所以你可以在设定里面去搜寻，就是想要设定的背景音乐。嗯，像广告，然后就是有人说那个漫游六次元的那个节目。对，就是这礼拜是讲《东离剑游记》的事情的那个一些，就是东离他们的一些，就是如果有人想要知道的话，可以看一下。嗯，然后这礼拜是我跟小倩，这礼拜，哎呦又来了，回个棋。我第一场就打到了，是按录用的队员哦，所以是也 OK， 是不是？终于开始在电视上啊、哦，是哦，所以电视上有已经有可以看了，是不是？这周主题是东离，是东离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明明是克啊，张克，克他，为什么攻击力那么弱啊？全开。对啊，为什么攻击力一定是我转不好？对打可以速刷吗？哎、欸，你说他的技能讨伐技能是技能延迟一回合，自己以外的职场转成星，怎么跟好像某个技能很像啊？是跟谁的技能很像？是自己以外的都转成别的属性？他是回血的卡片哦、喔，自己以外的全部转星哎、欸。难怪会说是暗路西法，就是弹珠路西法嘛。我觉得有人做不正点，谢谢魔城，真害羞。晚安，早点休息。晚安，杰瑞，晚安。
他是对啊，已经完结了，然后会礼拜四的时候会邀请他们来就是节目上，然后会就是访问一些就是有关这部的一些问题吧，就是会访问一些事情这样子。要该怎么讲啊？我不太会我不太会表态、欸，怎么办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哎、欸，有人可以教我一下怎么讲吗？